sale 嘛，其实它 deco 的很漂亮，就整理的很漂亮，包含它现在这个床啊、sheet 啊、枕头啊，还有在墙壁上它放了很多艺术品的画。这个他们是原本就这么美吗？还是说你们这边流行的方式？我们流行的是有找专业的装饰公司 ，Really？ 对，我们叫做 staging company。嗯，那以这样的水准的话，大概大概5000块。那这是哦，您说有点像是租来家具，然后他来帮你摆设。那除了这些软的这些 sheet 啊，床垫，包含床也算吗？没错，家具床，对，家具。那这个也就是这个床床头柜 ，end table 啊，然后床垫、床全部都是，然后还有包括这边的。哦，就是这些像有无微博那种零零口口小东西也算，没错。啊，其实真的，我想5000块，大概5000块左右，以这样的水准，我还是 OK 啦，因为你为了这5000块，你可能可以 attract 到更多的 buyer， 你只要有更多 buyer， 你就可以把价钱涨上去，是蛮 attractive 的。对。我们这边加州的系统，那我先上网查过了，这个房子目前是没有人住的。然后呢，你只要找一个地产经纪，然后跟他约好时间，然后他手上的系统就可以帮你把这个锁打开。Really？ 你说你用手机上就可以帮他打开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Really？ 我只要进去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按密码进去。就只要是 license broker 的话，就是被法院，因为你们有被工会认证。对，没错。是没有人在的话，都是会有一项这样的一个 locker， 电子 locker 的概念。是。就是你一个好的物件，你看到了，差不多也卖掉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 Eric 之前有讲说，就是他们这边如果put on list 上面的话，大概过一到两周就会卖，就是基本上就已经有 specific buyer 了。对，就 serious buyer。哦，对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，所以我们事前的功课要先多做，就是多先去看一下，然后你一旦决定的话，动作要快一点啊。就是你可能可以平常就多看，然后可能就是先跟你的经纪案例讨论，然后看的差不多，然后决定要买的时候就要赶快决定。然后再来就是美国这边的市场跟台湾不一样，因为美国全部都是实价登录。全部。对，全部。Okay。 对，实价登录的情况下，价钱是很透明。对。所以我们开一个价钱是让人家加的，不是让人家杀的。哦，明白。就基本上大家都有，因为大家资讯都一样啦，所以就会比较 transparent。我明白你的。然后同样的小区，我刚刚有看到，一个三房的，是七月的时候卖了一个170万。三房啊，那我们刚这边是两房，然后卖120万。开价120万，所以你，我觉得它的坐落可能会大概在140万左右。所以大家有注意到，就是他们这边开价，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叫做标售底价啦，比较像标售底价，因为台湾我们的开价是拿来给大家杀的，你知道，然后这边开价是拿来给大家加的。哦，所以就是快很准是一个比较重要。哎，你们这边买卖房子有没有什么那种像淡旺季啊？传统的美国的旺季是从二月，因为学校快开学，然后到4月开学，然后一直会大概好到8月。OK， 2月到8月，基本上 OK， 从春天到夏天那个感觉差不多。但是因为现在的 Bay Area 是就是湾区，全球的那个资金，还有那个新创产业都在这边，还有所有的精英 genius talents， 对，都在这边，所以呢，已经连续5年，没有淡季了。Really？ 对，连续5年没有淡季。对，了解。好啊，好啊，今天非常感谢 Eric， 让大家就是在跟加州的房地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那如果说对加州房地产还有任何疑问跟想要了解的话，都欢迎洽谈以下这边联络方式。自己以为有联络方式，都会把你 key 上去。好呀，那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 Eric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